遭到禁言30天。进一步来看到名单当中 ，BTS 防弹少年团以及 Winner 的。而且是同样从塔利班转为新的谈判，我就是建议的上的课程。新政府组建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，政府care means they effectively agree.